排骨。刚出锅的。童年的回忆啊，大头。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的？辣椒味的雪糕。打开是这样的，很普通。那是菜。一点也不辣。不辣。嗯，为啥叫它？味道哎，还有味的水哎，是吗？叫车一发。三个鸡蛋，30克白糖，15克可可粉，120克低筋面粉，240克牛奶，搅拌均匀，搅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加入30克黄油，过筛，薄饼机提前预热，沾上面糊，然后起泡了之后关一下，取出。淡奶油加入那个可可粉打发，然后一个盘子，一个饼，奶油一层一层的，然后一次叠加起来，完成。做的抹茶千层，火鸡面。是个草莓，这我妈。这是我家瓜地。直播做这个章鱼小丸子，快来！买个推推乐，
鸡腿儿。